A cross-strait fair for economy and trade is underway in Fuzhou in China's Fujian province. The five-day fair has attracted many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people from Taiwan. 我是从2000年担任台协会副秘书长的时候开始真正的了解了海交会的这一个功能跟意义，我也很高兴能够做这个工作。 2001年两岸的交易会特别深刻，很多厂家那个订单接下来都是一年两年的长期的订单，每一个都收获满满的回去了。这个就是冠捷90年代初，90年来成立设立的这个工厂，成为首批落户龙桥经济开发区的台资企业之一。作为第一批来福州投资兴业的台资企业。 30年来，冠捷科技在福州扬帆起航，成长为行业的巨擘。全球每3台显示器就有1台出自冠捷科技，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